位，晚上好。你们应该回应我三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阿登塔拉骏马村景区。那么再次呢，还是要代表我们今天的王爷及王妃，王爷及王妃，以及我们的全体演职人员。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桌子上啊，我们的桌子上呢有奶食品。我们这个白色的奶食品在蒙古族呢称为白食。那么慢慢的，我们的演职人员隆重的视频叫做。较为满汉全席出现的更早，起源于远古汉国时期，与远初鼎盛。每年的春夏季，帝王都会带领着大批的属僚去北杏上都进行礼政、避暑、祭祀等活动。那么在此期间，王室会大摆宴席，招待各位宗王大臣。其中的内廷大宴就是扎马宴，它是当时规格最高、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民族特色最为浓厚的一级国宴。出席宴会者需穿戴王室统一赠赐的服装，表示着对客人最为贵重的是以整牛整羊的传统烤制方式，将全羊用五味调料进行烤制进行入味，以上全称扎马宴。好，下面有请我们现场的所有宗王大臣们全体起立。好，下面有请可汗宣读圣旨。可以暂时放下手机吗？来，左手指杯，各位看一下可汗右手的无名指沾染杯中的酒，高高的弹向天空，再沾一下弹向地面，再沾一下轻点额头。好，现场的所有好朋友，请双手指杯，有了今天的可汗一饮而尽。好，各位宗王大臣请就坐。山涧的泉水，它的绒毛受过草原甘露的洗礼，它的身躯受过阳光的沐浴，它的高傲的头颅就像是苏泊尔山猴，它的肥硕的四肢就像是次达部落。今天的四位作为我们的开宴接待人，首先有请我们的范兰林王爷，以及我们的王爷王妃，来二位有请。为王妃，来，两位女士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把我们的红花红绣球共同的摘下，从头去到尾，放到最后面。好，那我们来自哈克的王妃在这里有一把蒙古刀，递交给我们的王爷，双手。好，来，我们的王爷。来到这边，在全羊额头先横后竖画一个十字，请。
来来，工作人员，来来来来，快点。好，那么我们的立位王妃来，双手接过蒙古刀，在我们拳割上一小块羊皮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啊。这块羊皮呢需要祭祖先，那这块羊皮呢交给我们的另一位王妃，我们王妃啊要接过羊皮，高高的抛在空中。双手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一下，而且呢，和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的范王爷拿着这个酒杯啊，是牛角杯，在我们蒙古族，有我们这个小银碗的十倍那么大，而且呢，装的酒啊也是非常非常。Oh, we live.